我们家缸里养了几条鲫鱼，老三今天又要带着下水。已经不错了，还养半窝了。今天给你们做一个特色，烤鱼。鲫鱼烤着还能有肉吗？要不然就叫特色了吗？八条小鱼，装了满满一盆。那么好小鱼，不要给造着了，有两条少放吃。那我们俩想到一块去了，等会我和老三来个厨艺大比拼，我也给你做个特色，看我们两个哪个做的好吃。我不尝，我知道哪个好吃。我只要两条就够了，剩下就交给你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其实烤鲫鱼还是挺有讲究的，像这个鱼鳍鱼尾都必须把它去掉，不然烤的时候很容易焦的。打个小花刀腌制一下，葱姜料酒，毛毛盐。以后买鲫鱼就像我这样做，吃了一次还想着第二次。料酒也放一点，撒一点盐，先蒸个五分钟。开水下锅，小鲫鱼也串好了，现在生火烤鱼。像这个鱼小，一定要多翻动几次。这么大的烤鱼，十块钱有没有人吃？这个炭还是有点猛了，这么快都发红了。先刷点油，以后得控制一下。烤鲫鱼真是一门技术活，烤不好就是这样，皮破肉烂；烤得好就是这样，外酥里嫩。看都有点焦了嘛，这不能讲最好，已经很好了。打几个鸡蛋，用水搅拌一下，放点盐，继续搅拌。再蒸个五六分钟就差不多了。你这么快都好了？好了，你了好了没有啊？我就差不多了。要好吃才行。那还用讲，肯定好吃了。一种孜然。我的孜然多放一点啊。好嘞，来点辣椒粉。尝尝我的烤鱼，焦香酥脆。酱我倒看出来了，像不像我们就不知道了，黑不溜秋的。妈，那你尝尝我这个。看着也好吃。我这尝都没尝，你就知道不好吃了。你那尝都不用尝，一碰就冻干不了，抽线。妈，这可以讲是线上加线，鱼也线，单也线。嗯，对，这线上加线。我这个也线，不单线还像。妈，给你来一个。我不要，你烤鱼太干了，我吃不来。妈，吃个像点。我像我也不吃，你吃吧，我也来搞条鱼吃吃。妈，你不是吃肉吗？让你尝尝你都不尝，还要来条鱼吃？胃口不一样哦，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。这好吃，那个菜又吃不到。老三，我们俩 PK 谁赢？你还要问吗？你不上我心吗？我这句话。